我们看第三题，他说有一个风琴哈、哦，管长50公分呢、啊，两端均为开口，做基因的震荡哦，就是 n 等于一，声音波数是340。好，那么它的频率哈、哦，应该是多少？我们知道 fn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L2L 分之 mv 啊，哦，这长度是半个波长整数倍。那这个 L 是50公分，2乘以50公分是0.5公尺 ，n 乘以340，哦，所以是340倍。那基因频率哈、哦、，l1 就等于340，好。所以答案是340，所以这一题它应该选猪。